本宫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程若愚到底有没有身孕？如果有的话，就去死吧；如果没有，就去生吧。没有，没有，大人，您说什么是什么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沈老，你跟随本宫这么多年，本宫一直都是非常信任你的。沈某半生多蒙大人照拂，一路高升，人言我有医术而无医德，愧对董奉先君呐。而今已年过古稀了，正所谓七十而随心所欲，这一次却要不逾矩一次。很好，看来你们是都选择好了，对吧？那就处置吧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，把尸体抬回太医院，让那些新人们好好的看看。想想将来该怎么说话。